大家好，我是大叔 Pizza。 5月11号星期一又到这个抽红瓜子的时间，成日都按错的。好，来了，咁马上抽，抽三仔先。镜面法医，咦，第二件风骨之翼，唔错唔错。好，咁武器，最后的骑士。Well，哇，系二连发，好啦，最紧张嘅头盔啦，嚟啦，提议之路。好，最后一击，好，又可以下个礼拜再嚟过啦。换夫人像抽先，好啦，咁而家到换夫人像抽，我帮佢抽三仔先啦。好，武器，好好到头盔啦。唔错唔错，好好咁，今个礼拜就两个将中咗两件稀有啦，但系就都冇新开新图鉴嘅，咁下个礼拜再嚟过啦，拜拜。